一个成语四个字，我现在跟你们讲。胡说八道。不是。怎么一个菜迷可以秋干呢？两个字，我们三个人是什么？电视上才看得到的人叫什么？今天的后一天是叫什么天？今天的后一天，隔一天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妈妈就会煮的什么红色的一个水果，但其实它是蔬菜，炒蛋，炒蛋。番茄哦，宝贝，三个字。如果我这边没有刷，你就你会讲英文吗？书的英文叫什么？不可，对，就是不可，真的很惊讶。不可怎样？我是不可，简直是不相信。七八月的时候呢，天气会有很多 很大的圈圈，然后弄得到处都是土石流。没有，那个东西叫什么？对对对，要讲字数。哦，对，要讲字数，要讲字数。两个字，两个字。早上的时候谁会叫你起床？不是闹钟。有一首歌叫做啦啦啦啦啦，什么歌？如果你很高兴，你就拍拍手。如果你很高兴，你就拍拍手。